本视频可能会拯救您的生命。山火不可预测，即使您认为火势还离得很远，也可能在您反应过来前就蔓延至您的住处。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关注当地山火，以帮助您做出明智决定，保护自身安全。首先，不要被动地等待他人告知您火情，请访问 Emergency WA 网站，关注周围是否有火灾。第二，关注 Department of Fire and Emergency Services 消防和紧急救援服务部的 Facebook 网站，了解最新情况，并转发分享给家人、好友和邻居。第三，收听当地或 ABC 电台，或拨打13DFES 了解实时消息。如已发布警告，不要再等待短信通知，而应准备好立即行动，时刻了解山火风险情况，比你想的要简单。如需了解更多建议，请访问 emergency.wa.gov.au。